干嘛？不是这么晚了不睡觉，你把灯关一下行不行啊？你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对啊，你的呼噜声啊？够闹！没听到门外有人敲门吗？敲门？没听到啊。你去看一下。哎呦，我们宿舍老鼠来了都会含泪走的，谁敲我们门啊？你赶紧睡吧。去不去？哎呦，你自己去啊，我不去。啊，我害怕。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你快行去行啊！行行行，我去看一下。Later，玄龙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缠是一重关，关门若有八重险。你别过来哦！你过来我盘你哦！你开门啊！喂，有病啊！Few moments later，你为什么关门啊？刚刚外面有声音，我害怕。不，你害怕，你也不能把我一个人锁外面啊！我真服你了，我睡觉了。你干嘛？你害怕？你上我床干嘛呀？陪我聊会天啊。这么晚了，聊什么呀？别聊了。王月。嗯。你有没有谈过恋爱？谈过呀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从小就认识啊。那她应该很漂亮吧？比你漂亮一点吧。哎呦，别聊了，我都困死了，睡觉了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还喜欢他？我不喜欢他，还喜欢你啊？灯关一下。